被看出你真正有目标。一个人的生命有定出目标，能活在世上才有意义哈。我们虽然不是说我们在挖中华民国的弊病或是任何的丑陋，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几个官员当然也有，还有同心的，我们人是不完全，但是我们都可以互动包容然后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参与也是一种学习。就像我的台语没练动啊，但是我要用我的话的话你们就听不懂了。等于今天开心盖带那个包那么刮到了听拢无啊，就是安尼。所以这个都是好将，那等于我还是要继续训练台语啊，好到位嘛，安尼好不？所以后摆你做迄个到山顶做长官或是有职务的时候，你嘛赶快哦，你嘛爱学习当地的原住民高山族的话语呢，安尼好不？至少请安啊，你好不？阿弥是爱好哦，像我们打样的时候，罗嘎树啊，所以像你这种，我们是台湾是多元化嘛，至少有14个族。那现在西拉雅又想要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原住民族，被容许的话，就变成15个族群，但是哥马兰还有一些平埔族的，他们的语言就很多失去了。来，带有北埔族不？会当讲你家己的维固不？困难哈。所以，假若你还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再挖几句话把它列出来，你的话不管是哪一个平埔族，尽量把它累积下来，整合起来，这样的话至少有几个人好，然后就碰到哎，嘛是赶快让北埔族哦，然后我们这个是达悟，或者是因为平埔族有很多族群啊，大概嘛是20几个族群，嘛是无赶快的维护，因为几乎都消失了嘛。那从以前就没有被保住了，那是因为政府的问题，政权的问题没有抓住好。因为把在1946年1月12号中华民国蒋介石他们这一团的做一个世界违反人权的一个巨大的动作，把我们原来日本国籍的全部归入到，而且强迫归入到中华民国。那有的人说，奇怪，是怎样日本？哦，我们等一下会谈哈。那我们看继续，本来美国承认最先的中华民国，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但是到了1971年，刚刚所看的联合国台声，动一下啊，好，2758号就已经换掉。所以原来美国承认的中华民国是代表一个中国，但是到了1971年被联合国踢出来的时候，2758号文就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合法的中国代表。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那中华民国是流亡的，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确实际来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这个就是联合国讲的一清二楚。
那所以中华民国逃到台湾也不是他真正的土地，只不过是受委托的。那美国委托蒋介石暂时管理台湾，所以我们大家都清楚他不能永久占领台湾。那既然不能永久台湾，怎么样的方式才可以让中华民国依法离开台湾？本来就要应该离开台湾，因为中华民国整个的中国文化，有的中国文化是好了，但是一般进到台湾的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变化、整个的语言、整个的族群，全部都特别是平埔族消灭的一带而尽。那我们高沙族的还好，因为教会一直在训练当地族群的人当牧师，所以牧师就用自己的语言来讲，所以自己的语言来告诉自己的部落，所以深山的部落几乎都会讲自己的语言，而且有圣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用罗马字来代替自己的语言。那像在宋楚瑜当新闻局局长的时候，把我们泰尔族在1971年左右的时间，把泰尔族的圣经圣诗没收烧掉，就是宋楚瑜当新闻局长局长的时候，没有告诉你们，你把听过不？我跟你说你把听过不知道，这个是我们亲身体验到，他就要烧掉啊。那把我们自己的语言，意思说全部都要讲中文啊，我们不是要挂狗牌吗？就是你不讲中文都要被罚，这样过去的。那今天同样的，他把中国的好坏我们自己会分别，但是问题几乎都是把台湾文化，把单纯台湾的文化的单纯，还有实实在在的很勤奋的勤劳的这样的精神呢，现在都是以钱为主。我等一下要去议员那边当，我也有一课，我先告诉你们特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整个的中国文化进入到台湾的时候都是以钱为主，所以没有钱好像不是台湾人，所以有人说台湾人是爱籍，所以很多台商的，当然有的真的很辛苦很卖力，那有的到中国，但是到中国呢，家庭婚姻不一定好，不是说全部了，所以什么二奶村啊，三奶四奶，那么多奶啊，所以这些都是钱来去诱惑人性的弱点嘛。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人已经进到这边，你看福贸货贸不是还没通过吗？但是早就已经进到台湾了。你看大学生一个月中华民国补助他们多少，大学生，中国的大学生来到台湾大学里面的，至少三万啊。咱家己台湾人无钱，爱贷款，真可怜。何况我们台高沙族，我在国小的时候还不会讲中文呢，没有讲中文呢，都是用我们打印的话呢。我们的广东话老师听，我们也听不懂啊，听拢无，然后就那边听不懂他的话，又处罚，又罚我们，真的不合理。结果我们有一个同学很顽皮，好，既然老师常常欺负我们，我们现在换我们欺负老师。他用什么欺负？用蜥蜴跟小蛇放在他的抽屉。蜥蜴、小蛇、蛇，我们都轻而易举，怎么抓我们都会抓。我也会抓，从小就会抓，不怕，就放在老师的抽屉。
第二天早上一看，哇，吓一跳，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养你们的犬干什么？什么是神经？我这听不懂啊，在讲什么？结果我们都笑，我们说不用笑，我叫全部出来，全部出来。我说是全部出来，全部出来。原来是全部出来，结果还要罚我们，还要罚我们不痛啊，因为我们在笑他。所以这样，我读这个六年真的连中文都还不会呢。我到初中的时候跟不上平地人呢。我到那个大湖中学，这边有没有有哈干音吗？有汉音吗？有啊，讲黑话。另外讲清电脑啊，想听人反制、反制、反内清电脑啊。我说你再这样一次，我就杀你！哇，吓一跳。因为客家那时候客家人欺负我，听拢无，谈是的。但是你再继续讲，我就出草了，吓得要命的。但是这样恨也不好啊，我还是慢慢的长大。然后我到基督教的神学院，然后到神学大学去读，然后慢慢才练习。然后我跟平地小姐谈恋爱也不行，结果我准岳父母说，李福浅，你是人好，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女儿嫁给山地人，吃地瓜了，吃鱼，我还那这个还那怎么可以养我的女儿？结果到最后我跑到神学院，到我的院长那边说，院长把这个李福浅开除。这样这个院长告诉我的准师母、准岳母说，啊，这个李福浅几岁了？那你的女儿几岁了？那应该不会被拐诱吧？是自己谈恋爱的。那时候40年前我就跟平地小姐谈恋爱了，就现在我的太太。就难怪我太太真可怜呢。我两个孩子，我到韩国留学一年的时候，就我太太3个月在我的家，我妈妈说。以那就是媳妇嘛，媳妇，没有菜了，你回家回去你妈妈那边，你妈妈很多菜，这样，就我的太太就拿两个小孩，一面一个抱的，因为不会走路嘛，然后一个牵着，然后又大包小包这样，咕咕咕咕从山上到西罗，来到五塞雷郎嘛，还是婚礼郎，我跑到西罗，哇，好高兴哦。但是3个月以后，我的岳母说：“你看，你自己找来的，我不是不肯吗？你看看，你还是要靠我。这个是你的外孙呢、啊，就后啊后啊，这个啊应该回去了。”又回到说：“妈妈，我回来了。”这样，好可怜的、啊，嫁给打雁，嫁给山地人。不过有自信心。他也参加民政府，他现在也是牧师，所以都是不管不同的领域跟环境，都会因着你自己的看见的程度会有一些的改变。同样我们对中华民国的认知也是一样，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中华民国的丑陋，就是我们要看见真相事实，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一个真相。为什么一个中国的政策很清楚？那中华民国是假的啊！那当然，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有没有看过一个中国政策的影片？不，没看过。好，请你们打开官网，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找一个中国政策。或者是 Google， 你找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写得一清二楚，那是官方文件哦，官方文件哦，不是人民的，不是一般人民，是官方文件，官方文件不是假的呢。那有将近20个组织，美国的政府体制
所那边记录下来的。那一个中国政策至少有五个意义。第一个，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很清楚。第二个，台湾光复节是没有这个台湾光复节。1945年10月25号，那原来1945年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是因为美国两颗原子弹战败了。那10月25说，哎，被美国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一号就请了蒋介石，四个盟军呢，因为美军跟日本是主要的占领对敌国，其他的英国、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是苏联嘛哈，那四个国家，那真正的主要占领国、主要对敌作战的是美国跟日本，那日本当时是台湾是日本的所有权，马关条约很清楚，你们在初级班也上过，马关条约是大清皇帝、大清大帝皇帝陛下跟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的皇帝陛下，这个陛下是够人哦，因为天皇跟皇帝是拢是一句，算说一句就算了，没有第二句，所以他们所签约的就是有效，所以把台湾、澎湖、周列群岛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所以这个讲得一清二楚，马关条约。今天一般法学，台湾中华民国的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的法学博士，他们忽略了，有的人说这是清朝的事情，跟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无关，完全没关系啊，因为他这个是英国的，中华民国说的，马英九说的啊，都是中华民国的官员在那说，自己说自己啊，所以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合法。今天他们就是包庇文化，不知道的文化，马什么酒？马英九啊，他说，就像这个大巨蛋的事件，我不知道，耍赖文化，他当市长还不知道，公秋威，所以像这样的事情，还好柯P上来，假如连胜文上来的话，还会继续做，把台湾的生命财产不值一提。所以那个远雄不是代表人说，物体火烧掉没有关系啊，生命安全呢、啊？奇怪了，这个物体烧掉，内底有人啊，什么寺庙？寺庙人的寺庙安全，就是不安全呢、啊。我才发现101，不是101，对不起，美国的911事件，双子星大楼有没有看到？双子星大楼我本来不知道呢，是我最近听到这个大巨蛋的这个上下下上上下下的名嘴谈的时候，我才发现里面有一个窍。双子星呢是他们共购的。飞机恐怖分子飞机一撞到右边或是左边，它撞到的时候，第二架飞机又撞了，没有几分钟又撞到，然后那个火烧呢，将近2800度到3000度的热度哦，整个我不知道呢，一下子一奇怪，这个钢骨架不是那么坚固吗？为什么当两架飞机撞到的时候？全部都，都下去了。哎，我就
我还没有那种的科学知识，我不知道。我今天这几天才听到大巨蛋他们讲出来了，今天大巨蛋跟商业饭店是共构的哦，只要超过2500到2800度，是那3000度呢更厉害了，一旦烧全部都融化，所以共构的没有遭殃，都是遭殃，不是没有一个遭殃，都遭殃全部都融化。所以我才发现啊，不怪那个美国的双子星的这样一下来，全部原来是融化掉。所以这个就是科批他们体验那个检查小组才发现，这个才是致命伤，而且要去救防火的那个救灾消防车也不能进去。那一旦火烧了，人命安全，那个防火车救难队没办法进去，那还谈什么？这个谁谈的？什么酒，好什么兵呢？他们决定的啊。所以今天为什么说很清楚中华民国跟中国完全不同？你看这些都是霸权的心态。你知道1941年12月8号向别的国家宣战的时候也有一个规矩，时间地点几点几分都要讲得一清二楚，而且是要国家的最高领袖元首发布的。今天战争1941年12月7号是日本奇袭珍珠港，8号蒋介石自己向日本宣战，但是没有讲几点几分几秒，而且那时候他是什么代表身份？他不是总统的身份呢，委员长，就现在的行政院长的职位。任何的最大的消息一定是代表人讲，不是行政院长，所以这个都是自封的。那同样的，赶快，那宣战以后呢？哦，刚刚那个时间是应该是12月9号，所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这些都讲得很清楚。所以那时候的1950年6月27号，因为6月25号是韩战爆发，他们这些最先谈到开罗宣言，不是马英九都在谈开罗宣言吗？所以三个领袖已经确定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自己的三个领袖啊，是自己 memo。是意向书，这个 memo 是一个记录表，是备忘录，不是真正的 treaty， 不是条约，真正的条约才算数。这个 memo 备忘录只不过是一个期望，但是美国不告老什么要求跳，你们的话。要求就是要求，还有要求跳。美国他放了一个笔，那放了一个手笔呢，就是说，好，归还给你们，台湾归还给你们，但是不能进入其他的国家，不能入侵他国。结果刚好那一段时间，1950年6月25号的时候，韩战爆发，所以美国就有借口说：“哎，以后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以后再谈。战争结束，一定要成为有一个正式的手续来办。”
所以到那时候也是在这一段的时间，1950年到1923年的时间，也在讨论这个台湾的定位。就是中国一直说这个是我们的，因为已经要归还给我们中国。那但是到没有一个证据是真正有谈到说台湾应该归还给中国或是中华民国。所以到时候说要和平协议才可以经过联合国研议以后，才可以确定福尔摩沙台湾的定位。所以到现在有的人说，哎，台湾未定位，意义就在这个地方。那但是真正未定位吗？在马关条约讲得很清楚，马关条约就谈论台湾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那日本天皇是日本是二元制，跟那个英国的二元制一样。啊，女王。那蒋介石他自己按照战争法的规定，蒋介石没有按照战争法的规定，他自己宣布为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公署。那这个地位呢，这个位置本来就是要成立台湾民政府，按照战争法，因为你是征服者，你虽然是受美国的委托，暂时委托占领台湾，那但是你要做，要成为建构一个台湾平民政府，但是蒋介石不做，他用行政长官公署，那这个就是想要磨掉、删除台湾民政府这个位阶，所以最后就变成台湾省政府。那台湾省政府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中华民国认为说这个就是台湾，也是中华民国中国的一个省。所以金门马祖它是什么省？福建省。那当然就是中国的。那台湾是中华民国流亡来到台湾才会定这个时间行政长官公署，以后就成为台湾省政府。你们在初级班也听过嘛，哈，本来要废除，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本来要废除台湾省，就美国不赞同，不必废省，可以动省，把它动起来，有一天它会起来。那起来是在等谁？哎，等谢郎，等你我的台湾民政府啦，安尼好无？就是你爱继续参与，所以在整个的架构，然后本来要成立军事政府，但是他们没有成立军事政府，蒋介石没有成立，他用警备总部。警备总部那时候蛮厉害的，他抓人就抓人了，杀就杀，没有把台湾人民当作真正的人，所以生命财产都被他们破坏了。所以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本质。那这样的警备总部最后连那个本来太平洋战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改为中国战区，就是让台湾成为他们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个都是从小70年的时间一直教育到现在。所以我们还没有来到台湾民政府，也是不知道听过，对吗？不知道听过，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听过，是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才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有的是他们把整个的事实真实真相，台湾的真相模糊地带，就进入到他们整个的中华民国的教育里面。所以这一带都是中国战区，实际上不是中国战区，是太平洋战区。受降典礼的时候在台北公会堂，当初他们
公教人员的时候，你看，刚刚抵台湾哦，只有在台湾呢，当时他们刚进来的时候，六七十年前呢，你看，公教人员录取548耶。所谓的外省人就是台湾以外的，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说台湾省是他们的，所以我就借用中华民国的口，所以讲外省人。现在我们不能讲外省人了，中国人就中国人哦。嗯，当时就录取540人，台湾人干啦贵耶，贵耶哦，暗吹过，可怜呆哟。你看，他们中华民国国民党，他们用党纪来掌控他们的整个的党员，无论是高官也是一样。不过这个是他们的事情，然后我们只不过是回顾一下，王金平受到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王金平在南部，不要小看哦。大道、百道、黑道，我就不晓得咯，他也有这样的背景，听人讲啦。恁家有南部的人无？高雄州，内底有高雄州嘛？吼、哦、吼，多、哦、谢。至少有听到吧？吼、哦，恁知因的背景啊，一样。中华民国的高官都是一样，很多的背景。你们知道？蒋介石什么帮派的吗？青帮派。孙立先是什么帮的吗？洪门洪帮。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么多帮派就是安尼啦。到今仔日，中华民国内底有几个洞，你知无？300几个洞，300多个党派呢。现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那我们不是党派，我们是真正的政府，他们才是中华民国，才是大的诈骗集团，他们才是诈骗集团，整个我们的土地、生命、经济、政治、社会，整个都被他们掌控了。那不是诈骗集团，还有什么可以形容他们的？对吗？诈骗，还不但诈骗压榨我们，而且我们血已经快干了，他还要再扭干了，还要再吸，还假告稿，把整个台湾的经济偷渡。你看陈友好他们，你看那些经济犯到现在都无伤大雅，哪里还有一个官员呢说本来要去抓了，结果说第二天早上5点多他就离开了。啊？哦，你知吼？我较清楚。你看第二天5点哇，就走去了。那是第二天要抓他的，你看哪里有这样5点嘛就走去，那是扯不掉。这个都是把关的问题，所以我们连。高沙族的部落会议要能够进入到中华民国的体制，那不好。所以说，我中华民国来体制里面，希望能够有原住民自治行政区，那不好。然后自治基本法，台湾原住民基本法有通过，但是嘛是不好。你看我们几个高沙族去拿石头，去拿。采一些我们以前的祖先的所种的树木，还要去申请呢。日本时代不变呢，日本时代的时候，你砍没关系，只要帮助你自己的部落就不变呢。但是中华民国啊，要申请还要压榨我们，真的，我不是牧师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恨了。想要准备一把枪啊，但是不要了，不要紧，家财无难，台湾民政府啊，你好不？隆重改变，一定改变的一清二楚，黑道、小道，
都要处理掉。早上我们在知识副知识议员内阁早上训练的时候，秘书长讲得一清二楚，一旦执政三天内这个宣布，黑道所有的有枪支全部都归还，三天后没有归还，严重的枪毙，不然的话就鞭刑。哎，你们有没有看过鞭刑？新加坡，我们没有听，我们没有尝试到哈。那尝试啪，这个一裂开哦，哇，一个月袂嘛袂当最刚。秘书长说什么？他可能几个礼拜还要这样睡，不能好好的睡了。所以这些把所有的处理掉，一步一步，然后二三十年卖酸股，选举都是破坏家人、破坏亲戚、破坏夫妻。有没有看到一个家还有五个党呢？吼，无同款的党派。啊，你家己啊，今仔日暗顿无爱煮，去个你无支持过来动，你家己煮。哦，这样有的人，那我们高沙族也是一样啊。不过高沙族很奇怪呢，很有像你粗鄙啊。村长他曾经几年前说：“各位同胞啊，正门晚上的时候正门可以关，后门不必关，澳门不必关，厦门也当关。”这个第二天呢，水沟都是猪毛，原来杀过猪了，都是贿选嘛。所以大家都说，高沙族什么时候有钱？选举的时候，高沙族的路山路哪一个更方便？选举的时候，所以高沙族说最好天天选举，因为高沙族真正没有看到现金、没有固定收入的将近70%多。中华民国统计是14%到20%，但是我们估计70%多，因为那么大部分的高沙族靠天吃饭。哦，有的评定说啊，你们山上的好好啊，空气好啊，然后又有水果，有甜柿啊，有橘子啊，哇，好好啊。结果本钱花多少？100多万，收的30万。我太太是塞勒人，她讲跟我讲一件事：台湾人、北台人，他不做不赚钱的生意，而且不做50%甚至100%的生意。意思就讲，本钱10块钱，你收入一定要20块，按照正当嘛，对吗？这个是你们的生意经啊。但是高沙族1块钱现金都看不见呢。啊，本来要去砍草，哦，下雨了就没有砍草，就失去那个1500块的砍草。所以我说失业率一定是70%多。哎，嘎仔，我让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积极学习，隆重安尼生活经济上有增加，安尼好无？奇怪，台湾人不是说钱都被掏空了吗？怎么还有钱？简单啊，你们知道中华民国的国防预算吗？毕淑定可能你们也听过，初级班也听过嘛，3000多亿一年，2000多亿外交，总共5000-6000亿。所以外交国防只要我们执政，美国所有的陆海空已经掌控了，掌控，而且我们不必
花这个6000多亿，6000几亿会当做社会福利，安尼好无？不是只有国防预算省哦。中华民国去的是明的呢，我本来不知道呢，原来中华民国是也有明的，也有暗的。我听过县议员代表他们去审核预算的时候，后摆恁做议员的时候，嘛是爱注意哦，无迄个明甲暗的。中华民国就喜欢做，这是明的哦，暗的要看你的关系了。为什么预备金有的比本金还要高？这就是庄脚底来对了。所以恁做民政府官员的时候，嘛是会晓。看迄个五省各省各省的迄个表，预决算，假如你要当预言的时候，还有三四百的名额，所以你们继续来参与，就是为了百姓设想嘛。我们做官就是为了百姓，为了高沙族，安尼好不？好不？恁家己讲哦。不然的话，巴都甜。对，秘书长所讲的。好，这个都是一样的假民族的形象。这个我们不必讲，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哈。有大部分都会参加过选举嘛哈。阿娘好不？东山好不？东山好啊！哇，大声个，感动个，流目屎个。害我们原住民高沙族那边底下跳舞唱歌，啊、哇，很大声呢。其实我也很喜欢唱歌了，但是不一定好听了。好，你看荒唐的选举，那个在真正的战争法，你占领的。你占领者就你有权利怎么去分配，但是问题是你要照顾当地的人民生命财产都要保障。中华民国呢没有，他流亡的人决定台湾，而且跟本土台湾人来合作一个决定台湾的前途，决定选举。多蒙的人怎么有权力选举呢？这个很清楚啊。但是让台湾人说好啊，来双顾啊，怕斗共斗，怕斗什么亲没动，那我不知道了。但是真正的是会打倒吗？谁知道？等到第二天，有时候最后一天晚上就10000块一票，10000块一票。你们知道那个议长选举吗？对啊，听人讲至少1000万、2000万，有够广告5000万一票呢。当然，他当选，他还会想到这些的钱要怎么去捞啊？怎么会注意到台湾人的需要？怎么会注意到你家己的需要？你社区的需要，你教育子女的需要，咱生活经济上的需要，拢无啦，有啦，干那吹那点啦。哇！你选我的时候，我怎么替你熬？好啊好啊，都算掉。不晓得跑去哪里了，跑到了那么多奶村那边了，也不晓得。好，这个都是。我们看连李登辉嘛是赶快呢，赶快呢，一定有贿选嘛，不然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只要是中华民国哪里不贿选的，民进党赶快，台联党赶快，所以我们要一清二楚，20年、30年不要选举，这就是我们中央的政策。这样就大家轻轻松松，所以一定要进入这个
剩下的三四百个的名额，以后没有选举，而且是你既然参与民政府的官员，要尽心尽力，真的是为不必贪了嘛。不过秘书长有讲过，不要说鞭刑还没有用到，第一个用到的是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啊，你好不？嗯，好了。因为没有过富裕的习惯呢，你看老人年金就差遐尼济。即马所谓的外省人、中国人呢，一个月多少？中国呢？万七到万九呢？咱台湾人是偌济？三千。有的七千，嗯，我们把它相反，但是他们乖乖的要到金门马祖，你的18%，你到金门马祖那边，因为那是中华民国的，你就是要领的话，你要到金门马祖领啊，嗯，啊，平安岛，好，这些都是。在1922年，你看这个曹锟呢，他为了要选举他们的总统，凯系就会选了呢。为了要达到586个人的法定人数，超过才可以当选总统，一个人5000块呢，已经开始会选。1922年到现在，难怪继续会选。因为本质就是安尼啦，本性难移嘛。所以这些，你看我们活在政治炼狱中，所以美国人就说：“奇怪，你们还有30元、50元的，难怪喜欢说尽量去选举，只要门槛过了，你得到票多少，一张30块，那未歹。”他们讲的，所以安尼大家都碰头的硬干硬，还好我们执政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个诈骗集团在这边呢，这些本来都有罪，最后无罪不？无罪。我不追，我不追，这不一样哦。你看，我们的农工台湾人来对比一下，劳工工作45年，最后是估计243万，然后他们的国军呢，公教人员呢，27年、25年、37年。2000多万，1600多万，然后要比这个243，暗吹过退不年啊，台湾人那么可怜，差很多，真紧的很多呢。不要紧，台湾民政府执政，完了不？完了不？无啦，都改变了，但是你要参加哦。你要参加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一个给我们更清楚。你看这个本来都是有罪的，变成无罪了，然后没有直接证据，还有没有直接证据？没有证据就没有证据，还有没有直接证据？这个中国人很会文字游戏啊，就像我跟我的太太讲。我文化不一样嘛，我高沙族。我太太说，我就问我太太说，奇怪，因河南人会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这样嫁鱼随鱼啊，嫁牛嫁随牛这样啊？啊，不是啦，这是形容啦。那形容一定有背景啊。我说我相信不是火罗狼，一定是中国文化。这个我太太说不是啦，这是一般的。
就是因为中国才会，中国没有把人当作生命啊，都是用动物来算啊。但是我们高沙族没有嫁鸡随鸡啊，嫁狗随狗，因为狗跟鸡都在我们的肚子里面啊，对吧？高沙族很会抓蛇呢，哎，不过我们要抓山猪也不容易耶，抓山猪还有分高中大学毕业呢。以前抓山猪很轻而易举，马上钓到山猪，但是现在山猪不好钓了，你放陷阱哦，他用这个鼻子把它弄开了，钓不到，只好这样了，才可以打到。不过你们在座的假素食的吃素的。拍摄了哈，给您抖枪了哈，你们环保的，因为高沙族还是喜欢山猪啊，那金胖呢？哦，没有劝你们要吃肉，要少吃啊哈。好，我们看看这一些官商勾结的问题。清净民宿、清净农场在。南投的仁爱乡135山庄营业起来，有登记112，但是只有4家才合法。你看，不过今嘛哈，仁爱那是赛德克巴莱的那个原乡哈，赛德克族的。只要山庄后面下来的水沟臭得要命，但是高沙族在那边当作水源呢，真叫不合理啊！所以执政的时候，你们以后当官员要有环保，或是要去地质学家，你们当政的话，好好检查，把关要好好把关，不然的话要编。另供哎，好，你看这些都是土地的，你看有几个在美国，有几个将军，有几个军人也是一样的。那已经刑满出狱以后，本来是应该是遣返台湾呐，但是还是自由来来去去啊，这样。奇怪，被判刑的会这样。好，我们看看这些中国人，族群退役将军的哦，以前反对台湾6108亿的军购，但是到最后还是，他们还是做。那么多的小的国家当凯子，整个退休军工教年终奖金的30年就吃掉6000亿，这那时候算的哦，现在算的不晓得多少了。你看中国人，还有国家上亿豪宅，总司令被爆料的时候，每平8万元。他们住的，结果他们换了，有时候改装了，然后就再卖掉，就获利更大。有的是有上亿的，你看这个他们可以做，那真正台湾人呢？真正高沙族呢？拢无安尼啊，都是他们的。所以我刚刚所讲的江尊村呢？这些都在流亡政府的时候才会，因为免疫给他们豪宅。好，在超低价的配售给自己还有其他的中国人，图利自己，因为都是一样的中国军人。好，你看在3年前这样统计出来的直选。2777名的退役将军呢，
他们已经得年终奖金已经上得到上亿元了，40亿年终奖金，你看，都要整个我们台湾人民的血汗钱。我们有没有推奉终身的劳工奖金？有无？无啊！你看这些都有给他们的配备啊，啊，水电半价、健保，你们初级班你们有看过吗？哈，中华民国身份证后边右上方，你们看过吗？有没有看过？哎，右上方。三个零都是中国人，早就已经定标签了。哦，这些我们看那个 ECFA， 为什么会用协议书？2010年6月29日，30号就第七舰，美国第七舰队就已经在高雄那边做预备的，不让中国进来。那其实他就已经很清楚《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23条，美国就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哦，所以美国的主要占领全国，因为中国两个中国，因为台湾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更不是国家，当然他就用协议书。国际条例是用条例，用条约，那协议的是给你一个报备而已。我刚刚所讲的中国的农产品有没有？农产品我们就跌落了，那些的价钱都很可怜，有的就干脆不要卖，也特别在山上啊，土阿古。高丽菜卖不出去啊，因为花那些车费就已经比不上原来应该要得到的获利，就干脆就给它烂掉抹菜。那这些全台湾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对啊，这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人的可怜。所以今天我们看看，那现在也有进入到各宗教嘛，那他们也掌控了几个宗教几个寺庙，哦，我们看最后的，因为那些都是中华民国都是把台湾当作政治化来看，没有把台湾回到正常的国际地位，所以给那些让掌握台湾民政府就是让台湾人入到正国际上的正常化。那国际正常化是什么？台湾真正的真实面目，人权抬出来，那让美国一清二楚，把流亡的你让流亡中华民国的政权在台湾呢，好好离开到金门马祖平潭，那这些都是美国应该要做，所以我们就有第一次、第二次的官司。所以很清楚，秘书长所讲的，有可能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就看见在美国法院里面的辩论。中华民国还有什么辩论呢？1946年1月12号讲得一清二楚，他是强迫让台湾人，强迫让台湾人归入中华民国国民，强迫的呢是违反战争法，因为你是被委托的代替法进入到这个。台湾是受委托，受委托不是应救的委托呢。就像我们基督教，我2000年的时候当长老教会的总会总负责人，那因为有几个董事呢，
彰化基督教医院还有长荣大学，他们想要用另外的方式归于自己，离开，要脱离彰化教会。甚至我们也进入到台中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我代表彰化教会去受审问。我说这个就是我们受委托的，不是董事的财产，是整个长老教会的财产。中华民国就是这样啦，受到美国委托，是不是永远在这？是不是永远在这？不是，这样好不好？就是要看你继续参与，让台湾民政府这样说到这。